场景好像在礼拜四的时候，礼拜三的时候曾经看过，又轮到了东英兄弟反攻的时候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，6-3、7-6、4分。不能说他少了，但是一分一分把他追回来。安打，安打，林宁杰跟我一起立安打，立安打。Thank you.